大家好，我是馆长 DQ，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颇受争议的动画短片《尽了力的石头人》。故事开始，在一处与海相邻的小岛上，有个石头人，他巨大无比，是整座高山的守护神。每天的任务就是将滑落的巨石搬到山顶，以防他们伤及无辜。然而，谁都有出错的时候。这天，石头人搬完石头，刚想离开，身后的巨石却突然倒塌。而山脚正好耸立着一座人类城堡，这要是让岩石砸中，里面的居民都得玩完。石头人见势不好，连忙加快脚步，一个飞扑想要拦住石块，谁知巨石突然一分为二，以更加迅猛的速度朝下滚去。眼看就要闯出大祸，石头人纵身一跃，抢先一步跳到山腰，使出全身力气挡在前方。然而这巨石实在太重，他即使拼尽全力，也依然被顶得不断后退。等到慢慢停下的时候，脚跟已经离城堡近在咫尺，只是轻轻一动便摧毁了整个钟楼。这一下子就犹如捅了马蜂窝，城堡里的人类不分青红皂白，立刻拿起武器对他展开了攻击。虽然这点伤害还不如挠痒痒的劲儿大，但石头人还是被他们的行为惹怒了。他松开双手，任由巨石碾压过城堡，随后看了眼地上的废墟便转身离开。其实这个短片的内容很好理解，但对于石头人和人类谁对谁错的问题，很多人都意见不一。很多人觉得石头人阻拦巨石只能算是弥补过失，毕竟因为他的失误才造成了意外的发生，人类发动攻击也是为了赶走入侵者，可以说合情合理。当然也有人认为石头人搬运巨石本就是出于好心，人类在没搞清原委的情况下擅自动手，这才自食恶果。大家认为这场悲剧是谁的责任呢？关注奇妙动画馆，咱们下期见。